稻草秸秆经过秸秆压块机设备压制成的块状燃料展示，稻草经过秸秆粉碎机粉碎后的样子。客户现场稻草压块机使用过程，稻草秸秆经过压块机压制以后密度会增大很多，所以很耐烧，而且方便存储与运输。视频上展示的这款是我们生产的72孔110千瓦的秸秆压块机设备，设备自重有9吨，时产2.5吨到3.5吨左右。此款设备也可以用来加工草球、喂牛、牛羊等。